哦，咱道教徒啦吼，那要往生时阵吼，大家拢会惊吓，我也唔知变哪。你那道教徒吼，你也当然吼，伫病院也好啦，啊，伫家内也好，吼，伫伊个啊，迄个病人啊吼，迄个头前遐吼，迄个病床啦吼，想要甲搭一个咱个道教个东方三圣，吼，就是咱个太君尊啊，甲迄个迄个大慧真人甲救苦真人，即合称咱道教个东方三圣。因为这道教东三圣呢，是咱道教徒啊，咱灵魂寄托要去要东方净土，要甲引导个三位神圣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用这三位啊，咱即、这个啊临终嘛吼，啊嘛是啊依赖这三位，但是要依赖这三位呢，你爱对伊有一个了解，有一个信任。那讲身为道员讲对无？啊，你若普通时啊，啊，伫普通时啊，有咧了解伊，咧效法伊。啊，有咧应和他，当然是哈、啊、最好。啊，但是若无呢吼，若讲临时抱佛脚啦，也未尝不可啦。啊，因为你若讲吼，拄啊有这个因缘，啊有了解，哦、啊，啊你来大家爱，你啊得积极，啊产生迄个真正的信念，哦、啊，啊来应和他，来祈求伊，把力量集中，意念集中，哦、啊，你就含伊会当，哦、啊，去契合，同心同意相求，但不要紧。你信啊！你修持偌济，迄唔要紧，只要你有一点心，有一个意念足强的虔诚意念，啊，伊就甲你引导去东极念经，啊，上品上升，下品下升，唔是讲哦，你得修持到足悬足悬足悬，你才当去哩，唔免。只要你相信他，啊，你信任伊，啊，有迄个念力，啊，有安尼，你就伊含咪起起，啊。即一点，啊，你若伫遐用诶，啊，有加速，吼、哦，阮也当来斗念，吼、哦，念救苦是妙经，就是救苦天尊诶精神，吼、哦，伊是讲相念性和看断诸经，会感觉你诶心境，吼、哦，去含救苦尊应和，吼、哦，啊，救苦尊所发出来是一个德性，啊，所以咱哈，若伫咧念救苦是妙经时阵，咱了解到救苦尊大慈大悲大圣大愿，十方法度人无量。哦，迄、那个万德庄严的德性，啊、哦，咱今仔咱的激发，啊、哦，咱的心境，咱的一个改变，咱的一个提升，啊、哦，咱的一个愿力，迄阵你嘛会得含咪契机，啊、哦，啊，都还当吼去响应，你当得救，得救去东极灭穷，继续修持，修持到功德圆满，你就成道，你啊，你就当解脱轮转，啊，永脱，啊，入业障，啊，这是咱道教，啊，一个唯一，啊。要得救，要还契合，吼、哦，一个正好的路径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东方中世界，啊，咱的太君尊，吼、哦，也是咱东方三圣，啊，所以咱啊，咱的啊，道教徒，啊，一定爱去爱了解，啊，伊那往生，一定爱去东方中世界，啊，要往生的时阵，一定爱你去念力，啊，本身，啊，你的啊，迄个还家，啊。你嘛得爱激发他的一个念力，而且啊，你那迄个家属嘛是爱的念念救苦是妙经，念太君尊的圣号来帮忙伊，和产生讲伊的念力诶一个坚定，一个集中哦，啊来太君尊来契合，太君尊是道啊，伊就是大道，啊你那还没当契合，你就含道契合，你就发出你的集中啊，你就家你哈诶，甲你讲吼，甲你先按下吼，啊，互你为迄个道心啊，你的道业去提升，啊，你会当诶，当讲带业往生哦，这是啊，真重要诶，哦，诶，一个讲吼，咱诶临终啦吼，啊，要做工课安尼。